各位驾驶舱的观众，我今天来到清水湾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就参加香港老爷车会一年一度的选美盛事。今年除了较早前在遮打道摆的老爷车展之外，老爷车会就再一次在清水湾乡村俱乐部这里举行这个 Concourse 的选美会，有130几部车在参展，其中有37部车就参加选美大赛。今天不讲那么多东西了，直接带大家去一起看一下130几部车究竟有什么好东西在这里。今次已经是老爷车会第二次在这个清水湾乡村俱乐部举行展览活动了。这里的环境真的非常之靓，在海旁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草地，大会已经分晒所有不同的展区，有法拉利的专区、 Benz、 宝马、保时捷，还有这几年都越来越多日本的 JDM 的车在这里参展。我们看到有 RX7FT3S、 有 NSX、R32GTR， 还有有几部是 Z32 的 Fair Lady， 另外有两部 Evolution， 有部 Honda City。 法拉利专区我们最瞩目当然是那个 F40。另外保时捷专区另外有一部就是值得留意，就是一部是开逢的928。今年有几架 Westmont 的保时捷911值得留意，一个叫 Theon 的964啦。另外有一架叫 Kager 的993，亦都是一个古车新造啦，嗰啲所谓嘅即系复古车再重新打造。除了即系大家熟悉的星牙之外咧，其实而家德国啊、英国都有很多不同的厂咧去 Westmont 呢啲911，即系旧款的气冷911啦。全场年纪最大就是这部1928年的 Ford Model A， 是一部 Pickup Truck。 这部车是在香港出了牌，我估计这一部是道路上面见到最老的车了。另外这一部我们见到车牌 SLW287R 的 Mini Cooper 其实是模仿 Mr. Bean 那部的设计，青绿色车身、黑色头感，另外车门有一个是一个铁闸锁。Benz 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年代嘅參戰車啦，有幾部好靚嘅 Pagoda 啦，190SL 亦都係非常之靚嘅，基本上係一架全新咁樣去打造啦，send翻德國整咗好幾年 ，restore 到仲靚過1950几年嗰陣時。咁今年另外咧，我哋同場見到有20几部 Aston Martin 咧，就係由 Aston Martin 香港呢個車主會咧 ，Aston Martin Enthusiast 咧，同老爺車展一齊合作，令到個場面更加盛大。有一部车是值得留意的，就是那架 BMW 的 Z3M Coupe， 虽然很多人都说它的样子很怪，但越看就越卡式，还有现在那个车价的 value 越来越高了。
呢一部AC Cobra 喺英國 restore 咗成差唔多五年嘅，聽講咁成架車係差唔多重新再打造過，好似新車一樣。今次在老爷车展度咧，亦都见到呢一部黄色的新宝900开缝啦，好原装，有一个好原装的三角拎啦，有 turbo 字嘅开缝，哇，好靓！咁新宝900最近是一部电影咧 ，Drive My Car 咧，好红啊！咁喺香港好似呢部车已经好少可以喺街度见到啦。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of show goes to the Mercedes-Benz 190 SL, the blue one.